老爹，老爹，你上哪了？奇怪，刚才老爹还在这睡觉的。呀，老爹，老爹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根本听不懂你说话呀。老爹，哎呀，谁呀？哎，这不是卡牌吗？老爹，别跑！我怎么变成这样？老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刚觉得这招果然不错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手下留情？我居然会心软。没有用的，你们俩今天注定要葬在这里。快救我！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要死了吗？黑日，你真是个废物！黑日，你是个废物！啊！是谁？黑日，你真是个废物！谁在说话？黑日，你是个废物！是谁？是白大爷。原来是你这个冒牌货。你被绑在这儿，也就只能甩甩嘴皮子了。我这条命你拿走便是了。那我成全你。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别说废话，你快和我去阻止祖飞。哦，又有新客人要到了。你说你想要奥特曼，老子今天就打爆你。哈哈哈哈，你先过他们这关吧。怎么了，老爹？我新学到了一个技能。啊！我可以在我的卡牌间互相传送。当我变成卡牌的时候，我可以找任意地点的一张卡牌变回来。可是奥特曼不是会飞吗？飞需要消耗能量，我不知道传送的那张卡的位置，以及我不知道能传送多远。现在我要你帮我把这些卡牌放远一点试试。遵命。我回来了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！这什么鬼地方？来个小虫子。啊！是谁在偷看？刚才被人偷拍了，恐怕事情会暴露，这可怎么办？卡罗米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让我带回泰家的吗？我是让你喊他过来，没让你把他绑过来啊！救命！还有这偷拍者，让我转他5000元，不然他就要传到网上去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去把偷拍的人揪出来。不用啦，我把钱给他了，这件事情不能传出去，懂不懂？我去接个电话。怎么样，我演技还可以吧？哈哈，你都可以去当影后了。谁在偷拍？当然是自己人啦，5000元我已经收到了。哈哈，合作愉快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他们做去骗我钱呢。赛罗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找打贾贝利亚，你想干什么？竟然主动站出来。对啊，我不是来单挑的，有急事需要你。你还能有什么事？杰德他们出事了。杰德他们怎么了？杰德他们被神秘面具给控制了。竟然有这种事。这里好黑呀。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蝼蚁！快放了杰德他们！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！赛罗进化！哼，佐菲，我怕着。哎呦，好冷啊！老爹，你干什么？别别，最近被神秘人抓走了，你还睡得着觉？反正冰冰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。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梦啊。老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好吧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好吧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不对呀，不是我刚才从床上叫杰德过来的吗？杰德，你这是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嘿嘿嘿，好好看哦。啊，怎么回事？网怎么这么卡？哎，干嘛呢？把我手机拍坏了。我看视频看得好好的，突然间就不能看了。哦，你看。
看的什么？我看的是你直播拆卡的视频。好吧，那是不是网断了？你去看一下路由器吧。好的，这路由器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冰冰，路由器没什么问题啊。冰冰，你去哪了？冰冰可能是去把网络修好了，我还是看美女吧。怎么回事？豪华版怎么这么难出好卡啊？啊！有怪兽！嘿！好你家 Q， 你竟然想偷卡！快把它绑起来！好的。好了好了，都散开吧。哎，这是你拆到送给我的吗？原来他为了能帮冰冰抽好卡，从卡片里活过来了。真是抱歉啊，刚才我们还打了他一顿。谢谢你，加恩 Q。怎么办？怎么了，卡罗米拉？我好担心冰冰。要不我们想个办法把冰冰救出来？想要打倒佐菲，我们得偷袭一番。嘿，好累。怎么回事？抱歉，我不小心打碎了个杯子。你小子给我小心点，开始今天的训练吧。好，嘿，怎么回事？我不小心打碎了个杯子，抱歉。怎么又打碎杯子了？开始特训吧。嘿。还有完没完了？为什么杰德每天都打碎杯子？没有啊，这不是今天发生的事吗？可是这已经是第三天了。开始德军啊，开始军啊，军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快来看我直播吧！哎呦，好冷啊，老爹你干什么？冰冰最近被神秘人抓走了，你还睡得着觉？反正冰冰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。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梦啊。老爹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好吧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好吧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不对呀，不是我刚才从床上叫杰德过来的吗？杰德你这是这是怎么回事？冰冰被老黑这两天总是鬼鬼祟祟的。怎么说？他整天早上出门，很晚才回来，很神秘。他不会去干啥坏事了吧？冰冰，我们丢了一盒黄金版卡牌。可恶，是谁偷的？快去找！不会是被老黑拿去卖了吧？你胡说，我老爹不是那样的人。啊！快说，被老黑在哪儿？别打我，我带你去。他就在那里。贝老黑你在干嘛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丢了一盒黄金版卡牌，是不是你偷的？你少诬陷我。你整天鬼鬼祟祟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哎呀你们别吵了，贝老黑你怎么来这里搬砖了？我老爹是为了帮我买卡牌才来搬砖赚钱的。贝老黑你真是个好父亲。但贝老黑我问你，那一盒黄金是你拿的吗？我当然是我拿的。果然是你。但是这一盒是我买的，我想给杰德一个惊喜，钱我已经转给你老板了。老爹你对我真好。